时间的弧线划分着边界，匆匆过的离别，像有雾气的怀念，放任我自己躲进了没你的陌生的世界里面。不过是再见，不过是再遇见，离开你的改变，尽可能的轻描淡写，然后怎么辩解重复在回忆里祭奠的那些从前。菲儿，没想到你还真的这么痴情啊，真的舍不得我。不过菲儿，你说的没错，你回到我的身边会让我觉得赢得更有一种乐趣。跟我说一说，在葬礼上面你都看到什么。好，葬礼都不来参加的人，你还指望他能来签这个合同？咱们就不要在这自欺欺人了。这就是你之前所讲的七成把握，说的是天花乱坠，其实是全公司的人拿身家性命在为你的行为买单。哎，你哥呢？这新任的董事长怎么现在面都不敢露了？他人呢？这个东西应该对你很重要吧？你欠我的这份人情日后别忘记就好。终于看到面了，几天不见，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？你和我爸说了什么？啊！我还以为丢了。你和我爸说了什么？小齐，你觉得我害死你爸？那你就直接报警啊！你以为我不敢？你不是不敢，你是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就凭这个算不上任何的证据。但是既然你来了，我就跟你说说细节吧。毕竟我是唯一一个看到你爸全程闭眼的人。但是肖振宇是怎么死的来着？我得好好想想。肖伯伯，我说的话让你这么意外吗？一个卑鄙的混蛋，滚！滚出去！滚！
其实这个世界上啊，真的是没有后悔药。所以我劝你啊，不要再糊涂下去，做什么让自己后悔的事儿。不是吧，肖伯伯？您不会连这点刺激都受不了吧？我看你是应该退休了。要叫医生啊，我帮你。救不过来，算是他运气不好。一个临死的人，他的那个求生欲啊，我没有想到，在你爸的脸上，我又看到恐惧和惊慌的表情，一点尊严都没有啊。像他那种强硬派，也怕死啊。你爸是心脏病复发，怎么算你都算不在我的头上。赵明轩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还是在婚礼上面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爸的账是你爸的，至于你，我会慢慢跟你算的。赵总，肖显到了，叫他进来。赵总，这你来干什么？你可别误会，他可不是来找我兴师问罪的，他是来求我赏口饭吃的。上午刚刚参加完爸的葬礼，现在就跪下来接受他的施舍。你知不知道，爸是被他害死的？你这样做，爸会死不瞑目的。再说一遍，云兰是爸一生的心血，云兰没了，爸才会死不瞑目。高总今天来过了，说明还有争取的希望。我能保住云兰。你呢？我问你，自打你回到沪浦，你是不是就跟爸保证了，你能帮助云兰摆脱困境，脱离德剧？我们不是不信，我们都信了。你说你四处应酬，你让整个酒店行业没人不想知道你小肖总是什么来头，你太风光了。可是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？换来爸的去世是吗？换来爸的葬礼上连送他的人都没几个是吗？还是云兰上下几百员工连饭碗都保不住了，啊！是，你能扛，你能挺，他们能吗？还有，你说高总，我真的要谢谢高总，因为是他的话，他点醒了我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你总是这样，你认为全世界都欠你。所以你一定要做出点惊世骇俗的事情，让那些不在意你的人在意你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欠你的，我们也一并还清了。赵总，我在隔壁房间等你。小姐，我不会坐视不管的，我不会让你们两个糟蹋我爸的事业。啊？那从今往后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我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爸的遗愿，行吗？
小琪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一目了然。陈飞儿是这样，泥巴的事儿也是这样，云兰和德俊的竞争依然还是这样。 弄照片墙啊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这面墙特别空吗？所以我说我想送你一个礼物，把手机里的照片都打印出来了。我说那照片是不是得摘下来呀？看着就闹心，要不别要了吧？扔了吧，烧了也不留给你红包。哎，这张是那个。 在玲珑山的树林里面拍的吧？对，好看。你长得好看，怎么拍都好看。这张是民宿。对，在民宿的时候，有些人早早就睡迷糊了。还好没错过，又会整理一下。这面墙真好看，拍几张我把后拼全。你要答应我。 再也不许一声不吭的就从我身边消失。小然，干嘛去？小然，小然，小然，干嘛呀？我去当贵妇，借用一下什么车。你现在去，你半夜才能开到呢。就是，没关系。什么没关系啊？何小然，他这几天耍了你一次又一次。 啊！你现在还要开着几个小时车去找他，你有没有自尊心了？小然，你可不能被他吃死啊！你已经给了他那么多机会了，你还不明白他不会回来了吗？装不下去了。就算再怎么假装我不在意，但我还是很在意。我现在就去找他，把话说清楚。就算是不好的结果也是结果。 让他去吧。没事儿，走吧。可以啊。 小尚奇，我现在在开车去户口的路上，在那儿找你。你在什么位置？刚上高速。好，那我们在三十一号咖啡店见。好。 说好了七天的，你迟到了，都超了十几个小时了。最近几天我很忙，家里和公司都有很多事要处理。我打算在云岚成立一个新的战略部门，用来接洽新的项目。新的部门？那你不是要两头跑？户部的局势瞬息万变，姑苏说到底。 就只有一个季风，不需要我花太多精力。你没想回去了？
打算回去，回去见你。因为有些事情，我觉得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。小然，我们分手吧。对不起，我最近才发现，感情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能没那么重要。人生没有目标的时候，谈恋爱大概聊胜于无。但是现在我有很多事要做，我知道这段感情中你付出了很多，对我来说，别说了。正好，我来也是要跟你说分手的。你说的对，分手这种事，还是说得清清楚楚的比较好。我是喜欢了你很多年，但如果早知道这是一段聊胜于无的感情，我根本就不会开始。在国外过得还好吗？怎么突然关心起我了？我喜欢你，喜欢了整整八年。不想你因为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拿曾经用来装理想的胶囊用来装泡菜。你凭什么决定我的人生？因为我的好朋友已经变成我的女朋友。受伤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懂我的。怎么样？听说现在云岚的内部已经开始内斗了，大部分是支持萧显的，说就算是接来支持也比饿死强。也有人宁愿跟着萧尚奇去拓展新的业务。萧显让我告诉您，说最多三个月，他一定把萧尚奇逼得在沪普待不下去。您觉得他可信吗？他就是个软骨头，嘴上义正言辞说是为了云岚，但其实萧震已经死了，他什么都不是。知道不知道我留他最大的用处是什么？
不知道，就是来刺激他那个弟弟的。埃菲尔，你怎么看？肖尚琴应该没想到他哥会这么快和他反目。我听说何笑然也离开他了，他现在应该算得上是一无所有，众叛亲离。是吗？这么惨啊？那这就是他在婚礼上打我一拳的代价。哎，你说他现在是恨我呢，还是更恨你呢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笔账无论如何是算不到我头上。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，密码是0220237。这么难的题，你怎么会算得出来？我就是用手顶住，拨动密码盘，拨到正确的数字时，就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。你们两个呀，一个沉稳用功，一个头脑灵活，剑走偏锋，都对。将来呢，把悠然交到你们两个手上，阿显掌舵，小谢扬帆，爸爸呢也算没白奋斗，我可以去环游世界。这大船是云兰。对啊，知道咱们家公司为什么叫云兰吗？兰是大浪的意思。嗯，乘风破浪，力挽狂澜。对，赤子无仇生，沧海无尽浪。爸爸希望你们长大之后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要保持热情，淡定从容，无惊无澜。杨帆，请出发。
个是我，确认好，大家都没有事啊，别再搞错了。小总，您的饭。嗯，谢谢。头条还没定吗？还有三分钟，整点新闻就要开播了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台长怎么还不来啊？主任，要不然您就签了吧。证据确凿吗？我亲自去的污水排放现场，采样检测，100%确定微金属含量超标。最近啊，连着发头条，他的稿子我都不敢看了，敢写的跟不要命了似的。这是让黑心企业闻风丧胆的拼命三娘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吴淞药馆。光听话是抽牌配水，让灌带渠变成牛奶盒，胆从何来？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利益链条呢？来看记者的案子。你这几个月辛苦了，你这么拼，要不要休息两天？不用。不过我今天想正点下班。那必须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说。然后我就假装成混混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找他要保护费。那不是混混，是傻子吧？去。反正何笑然就趁机钻进去了，然后就有今天这个新闻头条。哦，哎，小然姐来了。随哥正和我们吹牛，他怎么帮你拿到的一手证据？小然，你这个调查记者干得有点危险的。周丽丽没给你点平和的报题？小然主动请缨，每次都是挑那种最难啃、最得罪人的活儿。总得有人干吧？哎，难得一见，别聊工作了，点菜了吗？服务员，副辣椒。醒来这么久没点菜，这伴奏耳熟啊？叫什么来？最后的告别。对，最后的告别。怎么放这么丧的音乐呀、啊？李哥，你去说一下，跟他说一下。对，换一个，这不挺好听的吗？我有。好哥，换个音乐呗。行了，不至于啊，早就翻篇了。我现在的生活里呢，就是工作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对，慧姐在的场子必须是摇滚乐风。有气氛，端起来，来，哎，来，喝一点。
小肖总，约定的期限已经到了，新战略组毫无进展，现在只能如约解散你们部门，请您离开云南。我东西还在办公室里，让他进去吧。 从今天开始，云岚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看得惯也好，看不惯也好，我会用我的方式让云岚活下去。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霍文既然容不下我，那总得容得下我一点。不好意思，电脑属于公司财产，里面还有云岚的资料，您可能带不走的。 小冉，新款试试。谢了。老隋，你说你又不在这儿住，还得多交一份房租，算不算我们两个欺负你？哎，别合计着赶我走啊！我这份房租买的是个选择自由，想回哪回哪。哎，这也是我要说的，你爱回哪回哪，钱一分不许少啊！我先上去了。 弟弟，放弃摩托，放弃合租，进了公司还重新做人，用心良苦吧。行，少损我啊！你怎么能是损你呢？我这是对你刮目相看。至少在以合租之名趁人之危和拉开距离重塑自己这两者之间，你选择了更难的那一个。但是姐姐想跟你说，肖总可是没那么好模仿的。 滚！到家告诉我。怎么还没睡啊？睡不着就干点活。 老隋今天给的那些吧，破玩意儿没有一个好用的。他不是说了吗？现在年轻人的失眠率高达15%，要真让他研究出来一个有效果的，那他就财务自由了。哼，我看就你甘心当小白鼠。你不会是被这些东西熏得睡不着了吧？不至于，我还不至于讹上他，就是一躺下觉得。 脑子里面乱哄哄的，睡不着。行啦，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有什么事说出来，我陪你扛呗。你快去睡吧，我没事儿。私立青山养老院遗嘱，要求一周之内遣散老人。哼，又来。 私人手机号都快变成举报热线了，有活总比没活好啊！这个我拿走了，就是这个东西熏的。你快睡吧。嗯。嘴上说嫌弃人家。
师傅，这不好打车，您能计价等我一会儿吗？大概一个小时左右。行，谢谢。不走哈、不走啊！哎，他就给我们吃的再差，咱也别走。哎，这非得要有个说法才行，不能他想怎么就怎么的。哦，你是何记者吧？哎呦，何记者来了！哎呀，来的真快啊！你好，我跟你们说，找他没错吧？对。小美，你来啦！兄弟，你怎么老把漂亮的小姑娘当做你儿子的女朋友呢？你可真是。哦，我这是在养老院呢。老太太，什么墨？你别介意啊。没事。来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们也坐。没，你坐。不介意我录个音吧？没事，你录。能给我说说具体情况吗？好，是这样的，自从以前那个王院长的儿子来管我们这个敬老院以后，这个饭菜质量是越来越差，真的简直不能吃啊！好在我们几个在一块还比较高兴，所以吃的差一点呢，我们也没说什么话。是啊，结果小王院长突然宣布要把这儿给卖了，要赶我们走，赶我们走啊！我掏出合同一看，里边一句“最终解释权归他们所有”，太不讲理了，合着给我们一个月经济补偿。就什么都不管了，我们往哪儿去？哪个有家能回的人，能出养老院？是的呀。记者姑娘，你能不能去找那个小王院长谈谈，吓唬吓唬他？对，吓唬吓唬他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先别着急，吓唬是肯定不能的。这样吧，我先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，好吗？好的，对，就在去，就在那边，对，那办公室在那边啊。好的，谢谢，等你消息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一定要帮我们解决啊。好，这下好了，有希望，给他们报报。何记者，你好，您好，请问王院长办公室在哪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已经关停了，不接新人了。不是，我只是想找他采访一些事情。王院长不在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王院长好。哎呀，你就别添麻烦了，赶紧走吧。在哪呢？监控显示在这边。王院长知道咱把陌生人放进来，可就麻烦了。他果然在这儿，你干什么的？我是来找你们王院长的。您看，我已经接手了这家养老院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？正好我要去找王院长。肖总作为一名商人，买下青山养老院是为什么？你们认识啊？不熟。商业考量。据我所知，
青山养老院的前身是酒店，遣散老人是为了做回酒店吗？没错。对于遣散时间，二位是如何协商的？又是如何和老人们沟通的？对于一些有难处的老人，是否有备选方案？如果不介意，接下来的采访我会录音。这录什么音啊？这是何医生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啊，我爸开这个养老院，纯属就是一种情怀。关键他现在这个生意不好做，如果我不把这赔本的买卖给卖出去，他早晚要倒闭，到时候这些老人还是要走，另外还多搭我一个。这个遣散，我们完全是按照合同来，挑不出我任何例外。其他的我无可奉告啊。请回吧。无可奉告，这就是你对遣散时间的解释。何记者，咱要再这么纠缠下去就太不愉快了吧？就算是你真的要采访，也得先预约吧。我跟肖总还有事情要谈，不送了。我会再来的。既然您不配合采访，那我就会以我接触的信息来做客观的报道。哎，这事儿闹的。肖总，这个该找的资料找到了吗？咱们继续走流程。转让合同已经在进行了，为什么这几天才通知遣散？哎，这不是您这定金迟迟没到吗？要是像您爸一样，这生意谈了一半联系不上了，我这住客也丢了，这买家也丢了，得不偿失。放心吧，定金我这几天转给你。啊，没问题。肖总，这个遣散日是之前老爷子定下的，如今看来确实是显得有些仓促了，再加上被这记者盯上了，要不然咱把这个遣散日再往后推一推。王院长，哎。我父亲和你聊的合同里的每一项条款，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，丝毫不差的严格执行。回忆突然停留，是否想念了太久？从前那个路口，孤单的人一直在等候，最怕那一句不过是朋友，转身后有许多借口，在时光里又回头，想记忆路口，我寻觅过太久，找回最初是我欠你的等候，想和你的以后不再孤单漂流，如果爱又重逢，我多想牵你的手，陪在你左右，我们不放手。Thank you.